嗨，大家好，我是魏全龙南摩阳。大家好，我是魏全龙董宇轩。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猜歌比赛，馆主会念歌词，然后我们要抢答那首歌，猜到歌名就加一分，那又有歌手的话再加一分，唱一句再加一分，然后输的话会有惩罚，那惩罚就在，对，好像很多，所以我不想惩罚，你也不想惩罚，那我们就开始猜歌。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在这，张震岳的，分手，我啊，我现在我知道了，我知道。3、2、1，分手吧，不是吗？好，换。哎，我别走。你要加分吗？唱一段，你就可以再加一分。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好。哎，张宇，你要多唱。三分了。哦，三分 ，OK，三分。他两分吧。歌手是我讲走哎。好，两分。没有。青苔入镜，檐下风铃摇晃曾经，回忆是一行行无从剪接的风景。爱始终年轻。再次。青苔入镜，檐下风铃摇晃曾经，回忆是一行行无从。我知道是什么歌，我知道这是谁的。爱始终年轻。但是，我不会唱啊。哎，但如果知道，我不知道歌名，但我可以唱。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一行行无从。哦，是吗？那要不要猜猜看歌名？你刚好唱出来。唱什么？那我是可以讲，不抢可以吧？我可以抢对啊！哎，倒数快点！我刚刚听下雨的声音吗？那个谁的？为什么？好强哦！为什么？两个人唱两个都可以，两个版本都可以，男生跟女生。对。那我抢哦。男生是谁啊？我知道。啊西。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虚。周杰伦的。破坏气球。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要最贵。好。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欢乐你邀请他一定来，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潘玮柏跟那个我记什么歌？快乐崇拜。哦，快乐崇拜。你要跳吗？所以我可以唱吗？忘记的心，请跟我来。现在就让我们快乐崇拜。好 ，OK。好，加一分。好。我记得我只会这句。一分两分嘛，董炳是三分。他刚有唱吗？他刚有唱吗？有啊。有。你刚唱。唱加跳，你唱加跳，我让你加。好。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动力火车当。太强了。你再讲一次，刚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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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你就讲了，你就讲。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其实我常会想象我们老了的样子，左边牵着手，右手拉小狗。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你在让我？不是，这个我没有听过。你没听过？再次。其实我常会想象我们老了的样子，左边牵着手，右手拉小狗，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我听过。他唱过。是一个团体。对啊，我还练过啊。在脑海里复习，拥抱你什么角度最合适？其实我超没想象。等一下，等等，没有。等一下我想到。才一直。不行，我一定要得分啊！这个他都不会，我。难过吗？我会。其实我不是因为好天气才这么说，牵着你走。OK， 我可以照着。没有人跟你走。歌名是那个。你就先唱，大家就知道歌名。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对，
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不是因为看见星星才想你。这是那个谁？告五人吗？不是啦。好好，这是算两分吗？2分啊。这是谁？你想完了。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王杰的。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歌词，歌名，歌名。一场游戏一场梦。对。一直想不想？是不是没题目了？有，好难呐！哎呦，题目强了。我们乌拉看景。嗯，是我念比较好。我们都这瞬间呼啦看着你侧脸，夏天的一切。哇，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歌。你这个乱。这个的题我都没听过。什么？我们兜着圈，踩着快乐瞬间，呼啦啦圈转圆，看着你侧着脸，紧紧拥抱。東柏林哇，哥哥的歌，蝴蝶，对，然后不蝴蝶，对啊，所以我刚刚这样，你还猜不出来，呼啦，扣分扣分，董敏在唱吧，快点唱一下了，他加分了，那我看一下歌词，剪给他哥哥的，剪给哥哥看。我们兜着圈，踩着快乐瞬间，呼啦啦圈转圆。好，嗯。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原谅，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讲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想念我，我受不了这样。这首歌，对的。你 是猜到了？哎、欸，我们受不了这样。我真的接不到了，但我知道林俊杰的。好了，我现在在想歌。我知道林俊杰。林俊杰的那个。那些你很忙。不是啊。不是。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多少次原谅。别再想念我，我受不了这样。有吗？再给我。那时候都乱唱啊！谁说太阳会等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修炼爱情。这样算什么？算一分。我两分，好。给他两分吗？对啊，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蔡依林，我先唱。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蛮累的，你走。失败的俘虏。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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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什么歌来着？蔡依林的，然后爱情三十六计，不是，你知道吗？太久了，太久了。宽大的肩可能会崩溃，放电的眼常常会漏电。下一句就副歌，那你们只能比手速哦。那我继续哦。野蛮游戏，野蛮游戏。对啊。南瓜马车的午夜，换上童话的玻璃鞋，让我享受五月天的拥抱。脱下长日的假面，奔向梦幻的疆界。南瓜马车的午夜，幻想童话的玻璃鞋。好，哦，还有一题哦。他已经在看惩罚了。好。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我再听一下。手红哎。对啊。你知道吗？我知道。他知道了啦。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真实啊，不是真实。真两个字。记得啊，不是记得，不是是不是。忏悔。在我心上用力的开
想让一切可以停在此生之下，我还是说什么快到快到歌名，他没有，有一句有一句好不挣扎，让我也没差，没差。其实我也不差这一分啊。对啊，我们刚刚纠结。等一下，可是我很想猜到这首歌了，我猜到。你要提示吗？嗯。跟绑架有关。哦，对啦，跟绑架有关的。警察救出来那个人叫什么？我绑架你，然后警察要去救你，那你人质，人质。对啊。哦，好，我来。恭喜董炳真是很厉害。哦，好了，我要开始我的惩罚。是我这个惩罚，下面的我们我自己抽。这是哪？用屁股写出自己的名字。用屁股写出自己。你抽到最难的。对，抽到最难。真的假的？怎么写？找三位队友比出爱心。没有啦，就已经是这个了。好了吗？要拉起来。第一个字，好险我没有输。我可以从这边拍打吗？很酸呢。哎，我不是写错，都在干嘛？爱简，好，嘿，嘿。嘿嘿嘿歪掉了嘿嘿嘿嘿嘿嘿谢谢未来让我练腿部运动谢谢紧张哦怎么会这样子这有什么好大的兴奋哦结果他等下是要讲他等下讲结果他等下讲第一个字这样我们其中就是有猜到应该是可以加分的可以啦，我刚刚就讲我知道歌嘞，那我就不能不算分啦，我这个。马来西亚给你加分，好好零分。哪有？我四分呢。他八分。哇，好难。很难吗？刚刚就觉得比他会赢。就如果我要绑架你，停了，然后你是我的什么？什么？我要绑架你，你是我的什么？俘虏。好，这个我先我问一下其他的。你比划好一点多。就会哭哎，像远传的那个广告。喂，啊，爱你了。可爱三连炮，好可惜哦，我用屁股写字。这个还好。鬼脸三连炮，我也想鬼脸三连炮，但我用屁股写字。热舞一段，太可惜了吧。这个是什么？这跳下太难了，这太难了。挑自己的英语，哇，这超想要这个，但我只能屁股写字。